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收看消费者行为的第四讲。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要向各位来介绍呢购买决策过程的类型。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有以下三个目标。那第一个就是介绍购买决策过程的三个模型。那第二个呢，就向各位说明了那么影响决策过程不同的这个主要因素是什么。那最后呢，要来向各位说明呢，那么各种决策类型啊，他们在行销策略上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以下呢，我们就先来介绍呢购买决策过程的类型。那为什么购买决策过程呢会有不同呢？也就是说，我们在二三讲所讲的购买决策过程呢，会因为每个人的不同呢，那么这是因为消费者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啊，他所投入的这个认知啊跟行为的努力啊，会随着问题的复杂程度呢而有所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呢，基本上呢有以下三种类型。那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广泛的决策过程。那么什么时候会发生广泛的决策过程呢？那么最主要呢，就是当我们的决策过程啊非常的棘手跟复杂的时候。那因为非常的棘手跟复杂，所以消费者就必须要有严谨的这个决策的一个程序。那么有这个严谨的决策程序呢，来解决他这个问题。那到底什么原因呢会造成这个问题是棘手跟复杂的呢？那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比如说像是高价位的产品，那譬如说像是汽车、昂贵的服饰、音响设备等等。那第二个呢，是当这些购买决策失败的时候啊，那么消费者所遭受的成本或风险很高的这些产品或服务，那么通常这些产品跟服务呢就称为高摄入的产品。那么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面呢会陆续来介绍。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这些高摄入的产品呢又缺乏购买的经验跟资讯。那么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知道啊，消费者在从事广泛问题决策的时候啊，那么通常都是充满的这个疑问跟恐惧。那么这些疑问恐惧呢，都会使得消费者啊，那么从事广泛的内部以及外部的资讯搜寻，那么希望尽可能的做出啊所谓正确的购买决策。不过一般来讲啊，消费者的决策问题啊，那么很少会用到广泛的决策。这是因为如果你进行广泛的决策啊，那么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认知跟行为努力。好，那虽然消费者很少用到，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消费者采用是这种决策过程，那它的策略含义是什么？那么我们说啊，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呢，会像我们二三讲所讲的七个阶段呢，那么都会出现。换句话讲，他们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来做购买决策。所以我们的行销人员呢，也必须要有耐心，那么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从激发他们的问题的这个确认，然后问题确认之后，那么我们呢提供适当的资讯，那么一步一步的诱导消费者呢，才有可能呢使他产生了购买的行为。好，那下面我们继续介绍呢第二种的决策的类型，那么称之为有限的决策过程。那么事实上啊，大部分的消费者啊所面对的这个选择问题都是有限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消费者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那么这些资源呢，包括的是比如说体力啊，或者是他的认知啊，或者他的知识等等。那第二种原因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动机来从事广泛的决策，因为大部分的购买啊，那么对消费者而言呢、啊，其实不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有这两个原因呢、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么消费者啊。会大量的简化它的过程，比如说大幅的删减资讯的来源，那么可这个选择的方案的数目以及评估标准的数量跟类别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换句话讲啊，我们消费者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可能只用到就是说低度或者是中度的一些认知以及行为的努力。所以如果我们跟这个广泛的决策过程比较的话呢，那么有限的决策过程呢、啊。那么会使用到比较少的这个资讯，那么也会考虑呢比较少的选择方案，那么也会经历比较少的这个决策阶段。所以在这种过程里面，一个特色就是说啊，消费者啊通常是只要有需要的确认啊，那么就会直接导致于这个所谓的购买行动。换句话讲，就是它会避免掉比如说像资讯搜寻啊，或者是方案评估的阶段。那由于是这样子啊，所以只要厂商啊能够提供跟其他竞争厂商有点小小差异的话呢，那么通常呢，他就能够得到那么
短暂的这个所谓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消费者在这个决策过程里面，通常都有个想法，也就是我为什么不用用看的一个态度，那么去尝试新的产品。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特色啊，所以在这样的管，如果我们发觉消费者是采用这样决策过程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让我们得到以下大概两点的这个策略的意涵。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这个产品在销售点那么被消费者知道或者是认知的程度的时候呢，那么也就是说能够直接激发他的问题的确认的时候，那么就有助于提高产品被消费者适用的几率。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广告或者是在销售点呢送样品展示折扣券还有其他的促销方式那么都有助于这个促使消费者使用产品。那么在这个决策过程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行为我们要加以介绍，那么就是所谓的冲动性购买。那这种冲动性购买是有限决策类型当中那么复杂程度最低的类型。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通常这种冲动性购买是消费者在进入商店之前其实他并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或者在购买意愿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就发生的一种购买行为。所以从这个定义我们会知道那么冲动性购买通常就是一种没有计划性的，那么只是受到产品的展示，那么或者是销售点促销，那么所引发的一种突发性的购买行为。而且呢，这种购买的冲动通常是会随着一股那么把东西买下来的强烈欲望，那么就产生了。所以这股强烈欲望是突然的、有力的、那么坚持的，但是又是缺乏计划的。所以我们说，冲动性购买它的特色就是一种没有经过思考的反应行为，那事实上是跟理性的消费过程正好是相反的。那既然它是不是理性的，那它会常常发生吗？那其实根据各种研究发现大概有39%的百货公司的购买行为跟67%的杂货店购买行为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便利商店的购买行为那么几乎都是冲动性购买。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化妆品跟保养品。我想各位可以发觉这个化妆品跟保养品在一般的店里面，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这个通路里面，比如说像这个百货公司那么都是放在一楼。那各位可以想想看为什么化妆品或保养品不放在比如说10楼、11楼？那就是化妆品基本上就是一种冲动性的购买。因为很多呢爱美的女性呢，只要经过一楼呢，一看到美丽的颜色或者是吸引人的香味，那么可能就有一股欲望呢把它给买下来。所以因为有这个特色所以化妆品或者是保养品的专柜就不惜呢就是要花比较多的这个专柜的这个租金那么一定要摆在一楼。那么纵使10楼跟9楼的租金比较低那么相较之下呢，其实就对销售影响来讲反而是更大的伤害。好，那么第三种购买的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重复购买的决策过程。那么大部分的购买都是一再重复的进行。那么重复的购买行为那么又可分为下面两类。那么第一类我们称之为重复问题的解决。那么为什么会有重复问题的解决呢？那么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对先前所购买的产品那不满意。那既然不满意呢，可能就必须要转换品牌。那么必须要转换品牌，可能就要搜寻资讯，那么加以评估，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购买等等。那第二种呢，就是零售商缺货。那么因为缺货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到别的店再找找看。但是这样的一个购买行为通常都要考虑呢他去寻找其他替代方案所投入的时间跟精力以及从这个产品所获得利益的多寡，然后来决定它的效益。好，我们各位同学在这边稍微做一下休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明那么重复购买的第二种类型，那么称之为习惯性的决策。那么为什么会有习惯性的决策呢？那么通常都是我们为了要简化我们生活的复杂度。那么为了我们简化我们生活的复杂度呢，那么这种习惯性的购买大概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那么第一种呢，我们称之为品牌与公司忠诚度。
那为什么我们消费者会对某一个品牌或对每个公司产生忠诚度呢？那这是因为我们在购买之前呢、啊，通常会对这个产品、啊、或者一个公司啊，那么都会产生某一种期望。那么所以呢，过去有这个满意的使用经验的顾客啊，那么通常就会对呢这个这个满意的这个产品或者厂商啊，那么重复的购买，那么以降低啊它的风险。所以基本上啊，这个消费者会持续的购买或者是使用啊某一个公司或某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或服务啊，那么通常呢都是为了要保证他过去的期望啊能够获得满足。所以啊，这个品牌跟公司忠诚度啊，便会对这个转换品牌那么有很高的这个抗拒性。那么事实上呢，行销人员也渴望啊消费者有高度的忠诚，那么并尽可能呢能够呢长期的啊能够维护他的忠诚度。所以呢，很多公司都会以比如说惠顾酬宾的方案来奖励顾客啊来持续的光顾，譬如说可以发折价券啊或几点券等等，那么希望呢能够维持他们的忠诚度。那么第二种呢的类型呢，我们称之为惯性。那么什么叫惯性呢？惯性就是说在很少或者是没有认知处理的情况之下，那么所产生的一种行为。那么因为是一种没有认知的处理啊，所以它的特色就是不稳定，而且是一种有限的忠诚。那么甚至呢，就是纵使这个消费者本身呢并没有去转换品牌的意愿，但是只要其他品牌有降价促销或者是新的项目出现的时候啊，那么都有可能呢促使这个消费者转换品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从自动贩卖机购买可乐，或者是在结账柜台购买一包口香糖，那么都可能是一种惯性的购买。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购买可乐的时候，你为什么购买可乐？因为你不止口渴，你还想不一样的。可是你去购买可乐的时候，可能发觉呢，那么其他的可乐呢可能正在降价，所以可能你原先想买可口可乐，但是呢你可能就改买了其他有降价的品牌。所以我们说这种惯性或重复购买，跟前面所讲的这个两种购买类型，也就是广泛的跟有限决策的类型啊，这个习惯性选择行为，那么通常只需要呢非常少的认知或者是意识的控制。所以基本上啊，这种所谓惯性的行为啊，它的发生的原因呢、啊、都是基于过去这个决策计划的经验呢、啊、那么从计划中唤醒出来的，那么唤醒之后呢就自动来执行这样的一个购买行为。好的，那么以上啊我们介绍完呢三种这个购买决策的过程的类型，那我想呢我们呢下面就来介绍啊，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啊会去影响到一个人会采取不同的这个决策过程，那么我们越能够了解这个因素啊，我们就越能够呢预测他的行为。那么基本上啊这个第一个影响因素呢，我们称之为最终目标。那么最终目标啊是影响消费者决策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到底有哪些最终目标会影响消费者的这个决策过程呢？那我想啊，我就用以下的图卡来向各位来说明。那么在这个图卡上面呢、我们分为三栏。那么第一栏呢是所谓的最终目标，那么第二栏是购买动机，也就是为什么消费者会采用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最后是我们举个例子。那在这里我列有这个五种这个最终目标，那么基本上啊越往上面的目标啊，如果消费者采用是越往上面的目标呢，那么他就会越用严谨的这个决策过程。那么越往下的这个目标啊，那么消费者呢可能就会采用比较不严谨的，比如说是有限的决策过程或者是重复的决策过程。那么我们来看里面的详细的内容，那各位同学就可以了解了，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目标之下呢消费者会采用不同的决策过程。那么第一个呢是最大的满足，那么他的动机是想要找出最正面的结果，譬如说是在最好的餐厅用餐。那当然你要找出最好的餐厅用餐呢、啊、那可能你就用智慧手机呢那么去上网去搜寻。那第二种目标呢则是预防，譬如说那么他最主要就是要避免了不满意的结果啊，那譬如说我想买一个是省油的新车。那第三个目标呢则是为了解决冲突，也就是说
他的动机啊是在正面跟负面的结果之间呢，那么寻找一个满意的平衡点。那譬如说呢，他是希望一辆车子呢品质好，那么又要不贵。那第四个则是逃避，也就是说他想要降低或者是避开呢不好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一个人呢是希望买一个能够去口臭的这个漱口水。那最后的目标则是维持满意，那么也就是说以最小的成本呢、来维持基本的需要的满足啊。比如说我只是想在最近的便利商店呢、那么购买这个微波套餐。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那么想要得到最大满足目标的消费者，那么通常都会去搜寻大量的努力啊，然后去搜寻了最好的可能的方案，那么因此会倾向于呢采取严谨的这个决策模式，那比如说就是广泛的决策模式。那相对来讲，如果只是追求那个满意的维持的最终目标的消费者，那么他会从事比较少的搜寻活动。好，那如果是消费者是在冲突之间呢、要解决他的这个冲突啊，那么就可能必须在问题的解决过程呢嘛加以解决。那以上呢是有关这个目标啊对决策过程的影响。那第二个影响因素啊，那么我们称为摄入的程度。那么什么叫摄入呢？那么摄入指的是呢消费者认知到啊，那么由商品、服务或概念的取得啊，还有消费以及弃置啊，那么对他个人的重要性或者是利益。那么如果这个重要性或利益越高啊，那么摄入程度就越高。那么摄入程度越高啊，那么消费者呢就可能会越会去啊深思熟虑，那么仔细推敲啊，那么以降低购买还有使用产品的风险，那么并扩大这个可能的利益。所以啊，这个摄入程度的高低啊，就决定于啊这个消费者啊对于产品或服务的风险或利益的认知。所以简单的来讲啊，对消费者越重要的产品或服务啊，那么消费者就会越会去搜寻资讯，那么投入呢决策过程。那么可是这个摄入程度啊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呢，还会因为消费者过去消费或购买的经验的多寡，那么而有不同。所以我们说一般而言呢，只有在高摄入但知识有限，也就是知识很低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消费者呢才会采取严谨的决策模式。那换句话讲，就是说他有很高的风险意识，可是呢在他的脑袋里面呢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然他会向外去搜集资讯。那至于呢在摄入与知识程度组合的其他的情况之下呢，则消费者呢则是会采用比较松散的决策程序。所以换句话讲啊，并不是高摄入就一定会采取这个比较广泛的搜寻，还会决定他的知识。那么第三个影响因素啊，我们称之为就是替代方案之间的差异的程度。那么一般来讲啊，这个选择方案的差异性越大的时候呢，那么最有可能呢发生严谨的决策过程。换句话讲，也就是因为差异大，那么消费者呢不知道不太容易去判别，那么到底哪个决策是好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风险。那么什么风险呢？也就是说他害怕选择到的不是最好的这个决策。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促使他去采取呢比较严谨的决策过程。那当然反过来讲呢，如果替代方案之间呢越相似，那么消费者就比较不容易产生呢这个没办法选择到最好方案的这种风险的意识。所以呢他花费在这个评估啊或咨询方面的这个时间呢也会比较少。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稍微做一下休息。那我们刚刚讲过摄入对这个决策过程的影响，那我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牛奶。那牛奶呢一般来讲消费者那么通常呢都不会认为说各品牌之间牛奶有什么差异。好，所以牛奶通常对我们来讲的购买通常是属于这个低摄入的产品，所以呢我们也就不会呢花很多时间那么去呢这个做比较。好的，那第四个影响到这个
类型的因素，我们就是可以深思熟虑的时间。那么当时间的压力越小的时候，那么严谨的决策过程呢、啊、那么就这个越会发生，因为我们比较有时间去搜寻资讯。那么第二个影响因素呢，就是决策的急迫性。当然越急迫，我们的时间压力就越大。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购买汽车，那假如呢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呢他应征到一个业务员的工作，所以他需要一辆车子。那这个时候呢，他父亲也退休了，所以他父亲的车子可以让他使用。那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不必要急着去购买一辆车子，所以他可以多花时间呢来评估各种车子。但是如果呢他家里没有多一辆车子，那么而且他也急需要一辆车子来帮助他进行这个业务的工作，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么他可能就会采取呢这个有限的决策过程，或者是其他决策过程，那么而且他的摄入程度呢也会降低。好，以上呢是影响决策过程的因素的介绍。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介绍嘛。那么这些决策过程类型，那么它的行销策略的含义是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说广泛的决策过程呢，虽然是消费者呢很少使用的，但是一旦消费者那么从事这个广泛的决策过程的时候啊，那么消费者的知识会比较少，那么就需要呢资讯。所以这个时候呢，行销人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帮助他们来确认呢、那他们需要哪些的资讯，那包括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呢，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在这个目标之下，他们有哪些可选择的方案，那么针对这些选择的方案呢，他们适当的选择标准是什么，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的。那么因为在这样的决策过程当中啊，消费者是有目的的去寻找产品的资讯，所以我们说事实上啊如果我们采取品牌的促销策略，那么要来干扰他们的问题解决的过程、那么相对上其实是比较容易的。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干扰过程呢？那譬如说我们在购买点的资讯的展示比如说如果我们展示床垫的话呢，那么最好也能够展示呢这个床垫的功能的结构的细节，或者是有销售人员在旁边介绍，那么或者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销售资讯，譬如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小册子或产品说明书，让他们能够呢深入的去研究这个产品。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甚至呢我们可以对接受这些资讯的消费者那么能够提供免费的试用品、折价券，或者是容易试用的机会，那么甚至是可以带回家使用，或者是优待使用几天，那么这样都能够呢让消费者那么增加对这个品牌的知识，那么进而呢对这个产品呢产生好感，那么最后呢产生的这个购买的行为。那么就有限的决策过程来讲，那么我们说大部分的消费者的决策都是有限的决策，那么这是因为呢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者呢都已经从先前的经验中呢那获得很多关于产品的资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基本的行销策略那么就是希望能够提供那么消费者所需要的额外的资讯。那么怎么样提供消费者额外资讯呢？什么是额外资讯呢？那譬如说我们可以用广告的方式那么提供一些可以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有助于消费者将这个品牌在决策过程当中那么就纳入他的这个唤醒集合当中。那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有限决策过程当中那么消费者不太会去进行广泛的搜寻其他的方案，所以呢如果能够有这种有争议性的问题让他们产生一种知觉那么就比较容易进入他们的这个唤醒集合里面。那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让消费者呢觉得这个品牌那么具有决定性的属性。那么这种决定性的属性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创造出呢消费者的有关的品牌知识。那最后因为消费者在决策中会出现一些有意识的思考，所以针对这些采用这个有限决策过程的消费者那我们说如果要成功的干扰他们的决策过程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困难。那么行销人员呢甚至可以设计一些商业的环境，那么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把店面开在一楼，那么用一些比如说颜色或者是方位这个香味那么就可以刺激呢消费者的这个冲动性购买。
那针对重复购买的决策过程来讲啊，那么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啊，那么其实都是例行的或是重复的。那么当消费者呢认为他们知道所有他们应该知道的资讯的时候啊，那么就会缺乏动机去搜寻新的资讯，所以他们的选择行为啊是基于记忆中的决策计划。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的策略会是什么呢？那我们说最适当的行销策略啊，那么就要看我们的产品呢、在市场上的品牌定位的强度。那针对呢这个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这个品牌啊，那我们通常呢就必须将呢这个品牌呢保持在重要的消费者的区隔的唤醒集合当中。那为什么要维持在唤醒集合当中呢？因为在这种购买状况之下的消费者啊，他几乎呢都没有所谓的这个资讯的这个搜寻的活动，所以我们行销人员呢、也就是说这个产品目前不在消费者的唤醒集合里面的行销人员呢、就很难在消费者进行问题解决的时候呢让他们的品牌啊那么就纳入于消费者的考虑集合当中。因此啊，我们说在问题解决过程的初期啊，那么品牌能够成为选择方案呢，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一般来讲啊，这个越主动的选择行为，所谓越主动的选择行为，就是它的意思是说完全按照消费者呢他的内部资讯呢来进行选择，那么不受到外在干扰的一种选择。那像这种越主动的这个选择行为啊，那么我们就越难去让行销人员去干扰跟影响这个消费者的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新品牌或者是低市场占有率的这个产品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干扰消费者的自动的问题解决的过程。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干扰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发展能够产生显著刺激效果的策略，譬如说我们可以举办大型的或季节性的这个展示，或者抢眼的包装、免费的样品或者促销，比如说买一送一等等这些策略，那么基本上呢就能够干扰呢那么这个消费者的选择。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已经介绍完了这个有关决策过程的这个意义还有策略含义。那我想我们针对我们这个讲次啊，那么提出呢以下的一个结论。那么第一个结论就是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呢、那并不是呢一成不变的，而是决定于呢因为最终的目标、摄入的程度、替代方案之间的差异，以及呢可深思熟虑的时间这四项因素的影响，那么决策过程呢可以从最复杂的广泛决策过程，到中等复杂的有限决策过程，乃至于呢那么最简单的重复决策过程。那我们针对这个采用不同决策过程的消费者，那么行销策略的重点呢、就是提供不同的质与量的资讯，那么以加速他的决策过程。换句话讲呢，我们所提供的资讯呢、应该要能够跟决策过程的类型要能够相搭配。好，那在节目的最后面呢，我想我们也为下一次的讲次啊提供一些指引。那么我们下一讲是第五讲，那么要介绍人口统计变数、人格特质跟生活形态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先复习，然后能够加速了解。好，那我们下次再见。